成功的见解，内心投射，外在的世界是内心的投射。您怎么看，世界就变怎样。生说，人生的道路真是坎坷啊。诗说，并非人生坎坷，而是你心中不平，其内心不平，故有许多抱怨、不满，因而与人相处不易和谐，造成人际关系的疏离，对事处理不愿承担，致使工作效率偏低，如此，一切皆不如意。而感到人生坎坷。生说，世界本来就不公平吗？诗说，五根手指长短不一，但皆是手。出身贫富贵贱不同，仍需努力。不要怨天尤人，只怪自己没出息，不是别人不给我们机会，而是自己还未准备好。生说，常听人说，每个人的命不同。诗说，虽是不同，请勿以为是宿命论。每个人的命之所以不同，是因其观念有别，努力有异，所以其命才有差别，并非天生注定，命该如此。生说，但是一出生就掉落不公平，这是事实呀。诗说，表面上是不公平，其实是公平。您贵姓？生说，姓林。诗说，您为什么出生在林家，而不出生在王永庆家？生说，那是天生注定，我没有办法决定。诗说，此非注定，而是您自己的选择。生说，我不明白。诗说，你等一下要去哪里？生说，回家呀。诗说，那是注定，还是您决定的？生答，决定的，那我懂了。诗以微笑作答。自我审思：一，您觉得世界什么最公平？二，您觉得世间什么不公平？三，公不公平，如何去划分？感恩大家聆听达观法师一念之间有声书，让我们下期再会。